小林，你早。王小姐，你早。今天刚好进来新鲜的水果。你要买什么？想要买香蕉，一公斤多少块钱？香蕉一公斤2块钱。我要买3公斤，多少块钱？6块钱。还要买什么吗？草莓一公斤多少块钱？草莓一公斤25块钱。好，我买一公斤，总共多少块钱？香蕉3公斤，6块钱。草莓1公斤25块钱。总共31块钱。好，我有100块钱。找你69块钱。谢谢你，王小姐。不客气，小林，再见。再见。樱桃，樱桃，樱桃。凤梨，凤梨，凤梨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。奇异果，奇异果，奇异果。芒果，芒果，芒果。草莓，草莓，草莓。香蕉，香蕉，香蕉。就是。